有说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就是里面有加那个虾子粉，对不对？对，香港的虾子粉。这个是不是体虚的人提鲜？我跟你说，我刚刚有查好不好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可以多吃一点，因为你不是说你是打人死吗？对啊，我一直这样子打两针，多吃这个就会暖起来。欢迎阿罗斯，嗨阿罗斯。今天为三位贵宾准备的是我们的脆皮烧肉砖，那它是选用五花肉肥油适中的一个去的肉质去分布，然后再去腌制一天之后，再淋上醋水，再风干8小时。那选用我们当地的一个柚子农场特制的一个柚子醋，再调成我们的芥末酱。那吃起来酸酸甜甜，可以解油腻。那一般我们吃港式饮茶都是从烧腊的先开始食用。为什么？香港饮食习惯会比较偏重口味。哦，先开胃。对对对对对。但它其实不沾酱，吃起来就有那个就它会比较咸一点。那咸一点之后，你再沾上这个特制的酱汁，口感口味道又不一样。因为现代人就比较吃的没那么重口味，那比较对，所以这个可以稍微解一下油腻，那也吃起来酸酸甜甜的，那也比较偏大众化。第二道就是我们的佛跳墙，其实一般家喻户晓都会吃佛跳墙，但是我们是选用我们特别的一个柴鱼高汤，那它的汤汁里面就完全没有任何的油脂。那我们因为佛跳墙它就是要必须要油炸才会香嘛，所以它本身就肉质就已经有过多的油脂了。现代人都真的是吃的比较健康，所以它的油脂会比较少一点。满满的料，天哪，喝起来就跟闻起来一样，这个鲍鱼吃起来好甜哦，而且我刚刚吃到的是巴黎的竹笋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我们当地也有在种植竹笋，好厉害啊！脆口很好吃哎，这些也都有炸过，是不是？对，芋头也有炸过。这个很厉害，就是因为我吃了一般的佛跳墙，他们炸都是炸会烂烂的，然后这个皮都在散开的。一个它有两个原因嘛，一个就是炸过头，炸过头，那芋头也有关系，那蒸过头也有关系。再来下一道，第三道呢，就是我们的极致羊小排。那羊小排我们会使用一个特制的蔬菜水下去先腌制它，让它一个腥味比较减少掉。蔬菜水，因为羊本身会有一个腥味。对，很多人不敢吃羊，是因为它有一个很重的味道。嗯，可是我喜欢吃那个羊的味道，骚味。哎，你也太奇怪了吧？我很奇怪吗？而且我们是选用法式羊排，所以它的本身肉质就比较好。那再加上我们这特制的极致。那吃起来就是酸酸甜甜的口感，毕竟有些人的每个人的口感不一样，那可以加个洋葱。很嫩，超嫩的，而且真的一点羊骚味都没有，好好吃啊！一咬就断呢，因为通常那种羊小排，或是牛小排这种，都会很难啃掉，咬不断这样。而且我们是先蒸熟它，然后再去油炸，那让它表面酥脆。因为如果说用油去一直炸，有的时候会炸过头，有的会过油。那所以我们先蒸熟，再下高温油炸，让它表面金黄色之后，再裹上这个特制的酱汁，所以呢也会降低到油脂的摄取。而且我觉得它大小刚刚好。对，因为有一些都超大根，看到都不想吃。没错，而且你这样吃起来根本超优雅的。这个还要把它啃干。还有机会就是再一只吗？稍等我一下。他问什么？稍等我一下。就真的很好吃呗，就这洋葱真的好棒哦，好好吃哦，很脆口的洋葱。那再下一道，我们这是用我们的当地的布拉鱼，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说周遭都有在捕捞文仔鱼，对，那我们就使用当地的一些食材去做调整，用一个金华火腿跟日本干贝，那一些香港的虾子粉，然后去做我们的 AKSO 这样的一个配置，那加上我们的松板肉。那松板猪的口感就比较嫩，那再加上我们有一个青花椒，里面会有一个独特的一个麻香味，跟一般的 XO 酱会有一点差距。真的有辣，有麻香味，很不错。啊，你刚刚有说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就是里面有加那个虾子粉，对不对？对，香港的虾子粉。这个是不是体虚的人提鲜？我跟你说，我刚刚有查好不好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可以多吃一点，因为你不是说你是打人死吗？对啊，我一直这样子打两针，多吃这个就会暖起来。哦，哇塞！我还以为你有吃过哎。我想说你身体虚到需要吃虾子粉的，我没有那么虚，怎么每一道都这么好吃啊？这个也好吃。而且师傅，这个萝卜糕，它一开始上来，是你从来没有听过是布拉吉萝卜糕哎，
也是跟这个当地的一个食材也有关系，那就是我们去研发，因为一般的港式饮茶的萝卜糕就几乎都是干肠、腊肠啊、腊肉啊、开洋这样子，可是呢，对对对，我们就也想用当地的食材去研发，那我们布拉吉油炸过，炒炸的才会香，那才不会说都和在这个萝卜糕里面就会糊掉、化掉，那也吃得到口感，口味会比较偏淡。因为毕竟现在也是在比较注重养生一点啊，它有蘸酱吗？旁边有个特制的蘸酱，那如果说觉得口味不够重，可以加一个蘸酱，蒜蓉酱油这样子。哎，等一下，它外面好酥脆哦，外面真的酥酥的。是，这个布拉吉萝卜糕是这边独特的吗？是是是。哦，那这个港式的萝卜糕跟台式的萝卜糕什么不一样？台式萝卜糕一般就是那个萝卜丝这样子哈，那比较少用到干腊肠。哦，那可能跟油葱酥啊，就是萝卜这样子，那口感也差，也有点差一点。是不是台式萝卜糕就比较少可以炸，就是煎不会煎到这么对对对，因为都是软软的，比例的问题，外面也都软软的。那港式就比较扎实一点。嗯，真是太好吃了，你很会煮，当你的老婆很幸福。哎，对啊。真的，你看他瘦巴巴的，对，我以后会常来的，等我来都可以，都是你在煮吗？还是有别的？是、哦、好，太好了。而且我们包厢的菜色还可以去做变化哦，有上海菜啊、川菜、粤菜、台菜，哇，好多选择哦。对，所以你今天可能这个吃久了吃腻了，就可以换别的。对对，因为其实有时候客人会有不同的需求，那像客人有时候可能年纪大、年长的，我们可以去做调整。这边也太贴心了吧，还可以符合客人这么多。谢谢主厨，谢谢师傅。那我们要继续大吃特吃哦，大快朵颐喽，拿盒子，拜拜，拜拜。